落車フォンロズウェル。已经瞬间充满敌意。アドルニー、落車嬢ちゃんか。それにしても流れ着いた先がよりにもよってセイレントとはな。知っているのですか。おお、グリーク出身ならガキの頃、そこすら一度はこう叱られたことがある。悪さをする奴はセイレントへ島流しにするぞ。大叔，你这样一点都不会很帅啊！你就只是个大叔啊！啊哈啊哈哈！それだけ地元でも恐れられている場所なのですね。このような獣が潜んでいることも知られているのです。你要等下眼睛就会张开了。いや、少なくともわしは今日初めて知ったぞ。有名な話だが、セイレン島に近づこうとする船は全て沈んじまう。ここが実際どんな場所かなんて、これまで誰もわからなかったはずだ。たまに上陸したなんていうやつもいたが、どう考えても迷っちゃうもん。怎么想都很可以。你很在意野兽吗？そういうわけでは。とにかく調べてみないと。それにしてもついてないぜ。我毕竟因为搭乘船有可能漂流在不同的地方，还是得探索。他手上拿的是船锚吗？真的哎！他的力量也太强大了吧！拿了个锚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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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有人拿着毛战斗打？问个。誤信どころか、逆にひどい目に遭わされちまったから。何者？等他醒过来。哎，我就知道。哎。第二轮战斗喽，然后这时候就有其他玩家进来，其他的人替我们讨伐他。哎，他是跑走，哼，教训教训他而已。都吓傻了。だが、これで一件落着だな。なんだか私。ちょっと疲れました。摄影师不错。good good good。わしもあいつに散々追い回されて疲れちまった。あ、这是。お、おかげでこの通り。这个大叔啊。お前さんたちの拠点ってところへや。令人头疼。大小姐生气气。任せなさい。くらいな。うん。はあ。でりゃ。拿船锚真是很扯。多么轻盈的那个跳跃啊！哦，屁股攻击，屁股攻击。他刚才用的是屁股攻击啊！哇，那个队友的攻击优先，世界无敌强啊！就靠他们就可以。很少这一切啦。啊，我觉得可以先回过头去把那一个刚看到的给收拾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回到根据地，而且有这个水晶就是可以传送，对。喂。小小精怪不足为惧啊！哇，这是这样靠队友超猛的。一个，一个，红包！刚刚打超久，现在有没有一招秒？
大叔总是各种的战斗都很好笑，是吧？跑步也是像在绕跑一样。靠他！OK， 那我们就先回去一趟。怎么按呢？移动。东京换都了，一点都不一样。哎，多带一个人回来啦！大叔对大叔，渔夫。嗯？神秘的触手，哦，他非常的了解啊，就是传说中的海怪。呀哈哈哈哈哈哈！どうやらこの分だと他にもまだ漂流者。哦？あなたは？有其他人自己找到这里来？この付近を調べているときに。哦，船长也有在做事哦，船长不，哎，基友。阿君の強さだけはお互い相変わらずってところが。啊，可不可以换基友啊？不要大叔啦！你是哪位啊？喂，せっかくの再会だってのに、そりゃないぜ。笑得很开心了。你是哪位啊？まったく、毎度のことといえ。女主角的心境了，好，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感谢我。今回はさすがにヤバかったっての。嘲諷満満。何なのですかこの二人は。冒険家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ろう。没错啊，这就是冒险家。なんだか知らんが。アドル、今日はお互いにいろいろあったようだ。今後のためにも一旦情報交換し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。好，先交换情报。見ての通り。ドギのおかげで少しだけ拠点も形になってきた。真的，哎，旁边很多那个漂流物都搬过来了。什么？船上？你找船有那么多的人呢？你不多多去寻找啊？你们才几只小猫咪而已。一二三四五，那艘船起码二三十个人以上吧？怎么了？更南边的海滨。还有其他人的足迹，你看一般人漂流到这里怎么可能能够过一天啊，一天都很难啊，哇，还不赶快多寻找。可是也是啦，晚上行动很危险，但是我是冒险家，所以一切都没有问题，好吗？我平常这个从早到晚都在冒险也不会有问题啊，冒险好几天不用睡觉也 OK， 那异形野兽，那就是龙。嗯，好，据点整顿一下。哼，不舒服吗？哦，据点交给多奇。储备粮食的地方，造船的设施已经想得很远了。漂流村，哇！所以多奇要负责建村，我们要继续探索。呜呜，嗯嗯嗯，可恶！我想要好基友啊！小姐，哎呀，果然要跟我、啊。
可是有大叔在，我觉得大叔其实不用了，真的没关系，没有也没差。对啊，我们两个人在约会啊。不过一座岛上晚上这边弄萤火，应该还蛮容易被其他人发现到的，所以幸存者也有可能会自己走过来。然后这样子就是第一步结束了。哎呦，做梦！真命天女，丹娜，怎么了吗？跟你说，有人侦察着这山谷，过来哟。你又看见了是吗？鲜明的颜色，清楚看到的，应该是明天早上就会抵达这里吧。我不要紧，因为是我自己决定的嘛。不要紧，不要再替我担心了。大型狩猎车以及长袍般的服装，感觉是来战争的人。这感觉是不晓得是现代还是以前的故事。巨树寺院，巫女大人居住的那个。哦，是巫女之村，他们知道，感受到这里有人，非常的厉害，李丽的资质，带他前往寺院的。神谕选中，不能拒绝。丹娜拥有神力，拥有巫女的资历 ，OK， 然后他需要我们漂流者的狂焰。不晓得他总共有几部曲啊？我这边看他是有攻略，因为我刚刚攻略维华都没有特别说你一定要选什么选什么，所以我就也没有特别看了。不过我猜应该他的会有蛮多部曲的，这游戏也不太需要攻略，就是玩就对了。嗯，就是玩。哇，还睡吊床哎，好爽哦！或许是因为做了奇怪的梦吧。嗯。还在嘲讽。是啊。哎呀，是这样吗？哎呦，你要给我看什么？好害羞、哦、啊！还会特地帮我找衣服啊？怎样的衣服呢？请过来这里。哎呦，好害羞。哦，是 skin 的服装是不是？有差吗？不太清楚哎，感觉好像没差。感觉应该是他应该是给我们换上 skin 的啦，只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弄了，所以还就没有更换嘛。等一下可以换一下。他说谢谢，我很喜欢，有你真好。哎呀。找到他，准备出发。有没有？有服装的更换，技能，闪电冲撞。我想要用到正方形，涂斥别人，可以稍微秀一波、啊。这里不能拔，这里还不行。那我们下次再来。那装备的部分呢？果然我想的没错。哦，他是给我们这套衣服。我的天哪，这套衣服也太帅了吧。诶，对啊，我们原本穿的是水手服嘛。然后这个旅行装是那个啊，
是 DLC 给的、啊。现在这样的一个服装也太帅了吧！天啊，很红很红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反过来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可恶？这样两个人也太登对了吧！啊滋啊滋啊滋，不错不错，好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这个一书吧，下次下礼拜三也会继续来冒险啦，感觉有没有？我觉得还蛮不错玩的，不愧是一书系列，齁胜齁胜。那我们就尽情期待他的故事啦，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会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